我们 check in 了，然后房间也上去放好行李了，然后小朋友说要下来我继续玩，然后我们刚刚有喝了芒果汁，芒果汁是招待的，赞哦，好喝吗？好不好喝芒果汁？很好喝，这我最爱的。是儿子最爱的芒果汁，就会有一个服务人员在这里走动，免费喝的芒果汁，只要有入住都有。然后他们现在在组装这个宝可梦的。这次我喝这个时候是第二次哦，喝第二次了。这个太好喝了，我要点了一次。我们是今天入住，然后明天才玩一整天。